萌冷性格男林雨生 VS 俏皮认真妹蔡文静、一场车祸，他失去了挚爱，却背上了大黑锅。你跟他求婚那天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因车祸被分手的他，对事业认真负责，却对他特别没辙。何西啊，我诅咒你以后找一个男人给我当老婆。不打不相识的这对欢喜冤家，工作上避不了，回到家还得当邻居。我警告你啊，这是八楼，如果你摔下去的话就再见了。何西雅无忧好不容易来电了，却发现闺蜜近视。我姐姐的事儿，给我们一个交代，不然我不会让无忧再跟你一个渣男在一起的。他们可以好好生活吗？好好生活